对于法律工作人员来说，对于更多的专业人士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因为原先7天的话，其实工作是来不及完成的，尤其是像仲裁的开庭，正常情况下7天通常是不够的，正常情况下14天、21天甚至30天都有可能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有现在这样的政策，随时能够过去，并且到了那边能够用30天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的话，对于整个案件的妥善的、有效的、完整的处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